开创你我未来，从梦想开始。Keep walking。地上富士主啊，天地生死地下光山。因为先天疾病导致双耳听力严重衰退，简林奇从小就饱受折磨，个性也变得内向胆怯。早上老师在上课的话就听不懂，我在学习里面也可以哈嘿，但也是在低落。后来我接触导师导师打打比赛啊，打打最好的姿势，打给我了很多信心，我找到我要的是什么。2009年入选青奥田径国家代表队是他光荣的印记，却也是噩梦的开始。在我锐利的过程受伤，我的脑部流血，又还有受伤，还有我的身体的爸爸爸站在地上，这就是锐利的过程。所以所以我的弟弟弟好像坏掉，所以所以我觉得妈妈爸爸都是遇到一个事情，他打击我了，他打击我了，所以我觉得没有未来。这次受伤几乎断送了他的运动员生涯，之后长达6年的时间，他不仅拒绝出赛，也不再运动，直到无意间看到一张铁人三项比赛的宣传海报。我要不要去娃娃看，因为打比赛和大家一个运动很累惯了，我的爸打比赛一晚上，我为什么不可以，后来我就去打比赛第一场上打去之后再开始一直会打运动，后来我去打比赛打去打下去打比赛打比赛第一场就是很开心的话了呀，刚刚打我给我的基地小白兔过去不好的位置，还有未来这个训练还有这很多不必的我一直都没了，后来我看你吐打没有胃口，所以最后我要出现责备过给我的训练的打击。当初因为受伤而错失登上青奥殿堂的机会，简林奇要再次抢下青奥的入场券，重返青奥荣耀。我要一步一步的往上去，不是人人都可以打打地好的舞蹈，打很困难，打我必须都是锐利，因为第一次还是我的梦想，我还是要为了完成它。我希望我可以走过我自己的努力的比赛。广西协会打球的广西表扬我们打击毅力，我跟你们一样心里面有梦想，要突破第3月的记录。突破先天障碍，克服外在考验，重返青奥荣耀。